Hi bab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又到了万年一次的空瓶记。我因为平时要试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做空瓶记真的是非常困难。我能把一个东西用到空瓶就是堪称奇迹，因为你知道我每个月都要为翠北店试新品，所以真的是我超级无敌喜欢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有效啊，我才会一次一次一次又去拿它，然后直到把它用空瓶。否则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上一次做空瓶记还应该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是4月份回国，可能是3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空瓶记告诉大家我要回国的消息。那到现在为止半年多了，我们做第二次空瓶记，因为我做空瓶记真的是很难得，我就是想看看哪些东西我是真的能把它用完，因为太不容易。我先开始吧。首先要给大家看的是我最新空瓶的两样东西，都是来自 Temple Spa 的。一个是来自 Temple Spa 这个跳跳糖的果酸焕肤面膜，还有这个黑松露黄金面膜。这两款面膜我经常是搭配着使用，所以它俩都是一起空瓶。你看这个已经完全挤，还能挤出来一点点。那天我已经完全挤出来了，你看这个都已经上去了。这个是我今年用到的最喜欢的果酸焕肤面膜，看能挤出来多少，给你们演示一下。没了，真的没了，真的一点都没了。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跟其他的质地还不太一样，它并不是就光光变成了这样的小沫沫，如果你擦在脸上的话，它会这样蹦蹦蹦蹦一下一下跳，这个感觉很神奇很舒服，而且味道是橘子味的，非常好闻。最关键的是它很温和的啊，将你皮肤表面的那层死去的角质层去掉， Team 里面的敏感大干皮 Lucy 都可以用，它是相当温和的一款。我自己的感触就是它清理黑头对我非常的有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鼻子上会有那个角质变硬的感觉，就会感觉硬硬的，然后我每次用它做完之后，这个鼻子就会变得非常的光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看清我鼻子的情况，就我鼻子就会变得很光滑，鼻子周围还有这里就是很硬的那种油性皮肤所形成的那种角质结节，就会清理得很好，而且我会感觉我的毛孔有变缩，还有一定一定的焕肤功效，让你的皮肤更加 brighten， 然后还更焕白一些。当然它不是美白产品，但是它会改善你皮肤比较暗沉的这种情况，因为你第一层的那个老化死掉的角质层被去掉了以后，就会看出来更光滑更焕白的这种皮肤，所以我很快就把它用完了。我建议敏感肌的话一周用一次就好了，甚至两周用一次。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这种油皮然后又不敏感的话，我是一周用两次。我密集试用它的时候，我是一周用了2到3次。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夏天的话，可能油性皮肤一周用2次，然后甚至一周用1次就可以，你用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那我大概是这个上了没多少时间，是7月份上的吧，我现在就空瓶了。那我其中还用了别的刷酸面膜，所以你看出我有多喜欢这款面膜。如果你想试一款啊这种果酸焕肤面膜，我建议你没有任何的这种果酸焕肤面膜的经验的话，那可以其实从这一款开始用起，因为它真的很温和，而且很好用，而且现在在店里买的话非常值，因为它本身是388的一个面膜，一直这么卖，但是现在那个礼盒套装里面还免费送你一个 Temple Spa 的精华水，那个好像就要200多块钱，然后还送你一个同款 Temple Spa 法兰绒的洗脸巾，非常值，大家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空瓶的是 Temple Spa 的这个黄金黑松露面膜，其实我可能挖吧还能涂半张脸吧。其实用这种黄金面膜，我原来用阿哈瓦的也很喜欢，但是这款让我感觉完全打败了阿哈瓦那款。你们买过的人看没看到，就是它上手以后感觉就是流动的黄金，它是非常细腻的那种黄金质地，里面有黑松露的提取物，然后它擦在脸上让你感觉就是很奢华，就是整个你用手去摸它在涂脸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护肤品有一大半啊是味道和触觉，功效是很重要，但是味道和触觉就是让你整个护肤的体验会变得很好，尤其是面膜这种东西啊，对我来讲你整个 touch 就是去触摸它的这个触感和上脸的这个整个质地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它会觉得是这种护肤仪式感的一部分。那这个面膜就给了我极致的护肤仪式感，马上弄出来一点给大家看。就 touch 这个黄金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感觉到就是流动的黄金在你脸上，然后它整个在脸上的这个感觉就是在涂抹奢华，感觉这个营养成分在完完全全的在你的脸上铺张开来，而且味道又让你的神经进行镇定，就整个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护肤体验啊。就是首先说它这个感觉，因为它这个触觉真的是一般的那种黄金面膜无法比拟的，我超级喜欢，有时候我刷完了酸直接就刷一个这个，就这种王炸组合我觉得特别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它跟其他的这种涂抹式面膜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在敷了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之后，它洗之前它让你加水以后再按摩个2分钟，我觉得这两
两分钟是 key， 是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加水以后在按摩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皮肤跟它又有一个深度的这种接触，然后你再用洗脸把它洗下去，你会觉得脸变得很光滑，然后瞬间有了光彩，然后还让你觉得你脸在发亮发光，这种感觉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好的，因为我的脸很容易很容易暗沉，我本来就是一个黄皮底的这么一个皮肤，我一点都不白，在我加强换肤啊和护肤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脸光滑了。其实美白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你很白但是你的脸不光滑的话，没有光泽的话，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病了，那如果黑的话你没有光泽的话，那就更难看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给脸提光提亮这个特别特别有效，而且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一款护肤。你看我这儿都把字磨掉了，不愧是来自阿联酋航空公司头等舱里面的护肤品牌， Temple Spa 里面的 ingredient 配方啊也都相当的天然，现在越来越爱这个牌子，而且它的价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今年找到的最新一个护肤品牌之一，每个人都买得起，然后真正有效，还让你的护肤满满仪式感。这两罐是我真的是没拿到多久就空瓶了的。 OK，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第三罐空瓶了，就是 Alexander & Co 的这个丝胶蛋白的面霜。我给大家说过了，它这个丝胶蛋白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丝胶蛋白提取的方式跟以往的技术比起来也是有很大的进步，这罐是新加坡人投资做在日本的纯日本技术，现在翠店上线以来卖的非常的好，而且现在的好评是100%，连一个中评都没有，所有人都是好评。它的感觉就是不但是让润肤，它就是感觉一层薄薄的这个膜，但是又能吸收到你皮肤里面去。丝胶蛋白的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蚕宝宝嘛，它就是粘合蚕那个茧的那个东西叫 Saracen， 那个粘合蚕茧的东西它具有很大的美容功效，其中最强的一点就是蚕丝啊跟皮肤的结构其实上很相似，那它保持蚕丝结构完整的这个功能，就丝胶蛋白也发挥在保护皮肤整个结构完整，所以说在抗老方面它是能够让你的皮肤更加抵御外界的这些什么辐射啊等等这不良环境的污染啊，同时也保持你的皮肤结构完整不垮脸。那你知道就是护肤品这种东西它不像医美它无法侵入式，那如果能达到啊真正有效抗老，可能这个是最最最接近的，任何想要预防抗老的那些宝贝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备的面霜。它并不是那种哦，我脸已经垂下来了，我要去拉皮儿，我擦上它就能让我变成20岁，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涂抹性的东西都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说你做了啦，你想保持，或者说你还很年轻，脸没有垂下去，或者说你稍微有点垂了，但是你要它垂的速度慢一点，然后延缓衰老，那这种东西真的是必备的。我已经空瓶第三罐了，我真的很爱它，皮肤的滋润度、保水度各个方面都表现非常好的一款面霜，而且它并不油，不像一般的那种抗老面霜，擦上之后会觉得脸很油，完全没有这种感受，所以推荐给大家，我又空瓶了。接下来这个空瓶是我的第二罐空瓶，就是 Asutra 的这个2.5%的 Retinol Serum。我觉得这款的好处，我其实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用的 A 醇。就是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啊，你对这种早 C 晚 A 这个 concept 还很陌生，或者不知道怎么入手，也不知道自己皮肤的耐受能力怎么样，你没有任何的用 A 醇的经历的话，那这款真是入门级的。它避免了所有那种很强效的 A 醇所可能会出现的敏感啊、脱皮啊、红肿这种现象。基本都没有，它在翠店已经卖出了2000多罐了吧，应该，然后好评如潮，基本也都是100%的好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你是否需要。它是网球公主大威廉姆斯投资的公司，它整个的这个理念就是不仅关心女性的美丽，给女性提供变美的这个解决方案，而且它还关心女性的健康，所以它里面的东西就是 paraben free， 没有那些 nasty 的 chemicals， 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但是视黄醇在孕期和哺乳期我是不建议使用的，但是它里面没有任何就是会造成你身体荷尔蒙不平衡的这种讨厌那些有害的那些化学的东西。视黄醇也是唯一的能够真正的去掉脸上细纹的这么一种产品，它会加快皮肤的新陈代谢，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如果你一直对早 C 晚 A 特别感兴趣又不知如何下手的话， Asutra 是一个特别好的入门级。那我又空瓶了一个它的晚 A。OK， 那提到 A 醇呢，你擦了 A 醇，如果你晚上用它的话，你白天就一定要注重防晒。其实你晚上不用 A 醇，你白天也注重防晒。你们知道我是个防晒狂人，我即便是不出门，我在室内也会擦防晒。我知道这个有些人不这么想啊，但是我的皮肤医生跟我说啊，就是室内的这些光它也有紫外线，而且从窗户照进来的它也有阳光的侵害，所以我在室内除了我关灯睡觉之外，我都会去擦防晒指数比较高的这种防晒。我又空瓶了一个，就是 Evidence 的这个，简直太好用了，这个是三重胶原蛋白防晒，简直是太好用了，还能挤出来一点点，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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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哇，觉得好浪费、哦、大家看看啊，它真的是最不像防晒的防晒，给人感觉是一款极贵妇的护肤品，因为它完全不反白，而且相当的滋润，不一会儿就被你的皮肤完全吸收，还给你的皮肤增加一层光泽，让你感觉你是在用护肤品，而且它的味道简直高级的不得了。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不会搓泥啊、起皮啊，配合你的化妆品用，会让你的化妆品更加服帖。这款真的是我最爱的最爱最爱的防晒之一，而且它的防晒系数非常高，它是 SPF 50加 PA 四个加号，再加上三重胶原蛋白帮你护肤，是真正的养肤防晒。它唯一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有点小贵，除此之外它真的是一款无敌的防晒，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跟它一样功效这么完整。 Apple 的小白伞我也很喜欢，比它便宜很多啊，那款跟这个唯一的区别是，我发现跟有一些护肤品或者化妆品配在一起，小白伞有搓泥的可能，但是它我还没有遇到任何搓泥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小白伞护肤的功效没有它强，它里面还有三重胶原蛋白帮你抗老帮你护肤，所以是一罐防晒啊，它多个功能，这应该是我空瓶的第三个了。我真的是很爱这款防晒，最近我的生日又收到了 Evidence 的投喂，他们给我又寄了一款，感谢你们，我又拿到了，可以继续用它了。 OK， 提到防晒我还空瓶了一个喷雾，这款防晒它的优势是我用它来喷身上，就是夏天出门的时候，如果你想喷了腿啊胳膊的，你用这个那真的是舍不得，所以我的其他的任何的地方我都用它来解决，而且你不会用手啊，你挤出来还要擦身上就很不方便，这个直接喷就 OK 了。偶尔我还会用它补妆，就是喷在脸上，我也没有感觉到干的。一般这种喷雾防晒它里面有酒精的话，它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干，但是我没有这个感受。它防晒系数很高，它也是 SPF 50 PA 四个加号，而且就是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不会干，这个就够了。而且它价格超级无敌的便宜，我把它放在家里，出门就喷一下，有的时候喷喷手、喷喷脖子，就凡是露在外面的地方，我都会喷一下。不光是防晒啊，防止晒黑了的功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抗老嘛。你身体露在外面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比藏在里面的老得快，所以有它的保护，我就会让身体全方位抗老，包括我的脚，有时候穿人字拖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喷上一喷。你喷了就比不喷强，你放心，你这样坚持做下去，你一定会比不喷的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你的皮肤状态一定会比不喷的同龄人看起来要好。所以我很快这一夏天就空瓶了，因为就放在门口，没事就喷两下，没事就喷两下。我以前都会用这种，尤其是你要去海边，你要去公园野餐，你要在户外进行很多活动的话，这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用喷雾。我个人啊，就会更加喜欢喷雾，因为我真的很烦挤到手上再擦身上，尤其是你去海边，如果你这个手上还弄上了沙子之后，你再擦身上，真的是哦，那个防晒霜伴着沙子的感觉 ，you don't want that。所以这一款我非常推荐，这个也是我新进空瓶的东西。OK， 接下来空瓶的是 Pharmacy 的这个卸妆膏，这个不用我说了，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它是 Clean Beauty， 是我自己在怀孕期间一直用的卸妆膏，它真的是擦在脸上很快就推开全脸，就润滑性非常高，又不油，然后乳化的非常好，卸妆也非常干净，而且它是 Clean Beauty， 我在孕期和哺乳期都一直自己在用它，在我店里一直有卖。其实我还空瓶了另外一罐，就是它那个苹果味道，所以实际上我空瓶两罐，那个苹果味道在北京我没有拿过来，那个苹果味道简直太好了，但是现在那个没有货，所以我也只能用普通的这个 Green Clean， 但是它那个 Red Apple 那个红苹果的那个，哇，我推荐大家要去买。现在那个没货的话，那你先用这个不用我说了，这个全网都知道是超级好用的，买这个绝对不会错。 OK， 接下来我空瓶的是 Come Love 的私处护理小白云，这个真的是完全空瓶，一点都挤不出来了，我也想给大家挤出来一点，看看它的质地真的是没有了。这个私处护理小白云是我用到的所有私处护理的东西当中最喜欢的，因为它挤出来以后是摩丝，你知道吗，就是整个像一个云朵一样，所以我们叫它私处护理小白云。它真的是一个让我爱上洗澡的东西，你自己用在身上就感觉你自己被温柔对待，哎呀，那个感觉简直太美妙了。而且有一些女生，如果你自己要 shave 的话，实际上它也可以当做那个 shaving cream， 也非常的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益生元啊， prebiotic mousse， 它里面是会对私处有酸碱平衡有效的。这个私处护理小白云是西班牙的妇科医生一致推荐的，里面你看它有益生元、乳酸和维生素原 B5， 有效调节私处微生态的环境。如果你想找一款让你爱上洗澡，觉得自己在被温柔对待，然后手感超好，像云朵一样来给自己私处护理的东西，那买它。OK， 接下来空瓶的这是一个洁面，来自 Skin Iceland 的这个洁面，这个以前上过我的年度最爱，那前我的怀孕的时候就一直用它来
来洁面，因为这个品牌是非常 clean beauty， 它是来自冰岛的，里面没有 paraben， 没有 sulfate， 没有 phthalates， 没有什么 artificial fragrance， 是一个非常 clean beauty 的东西。所以孕期我一直都自己在用它洁面，而且它洁面的时候泡沫丰富，真的很好用，冲的时候冲的非常彻底，让你感觉皮肤在被彻底清洁的同时还在保湿，整个洗脸的这个过程都很享受，很好用。这是我空瓶的第二支了，真的很推荐它，但是推荐还没有卖，因为我跟这个品牌有一些洽谈，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洽谈下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它的旗舰店看一看，这也不是广告，它没有给我一分钱。我推荐这个完全就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它，而且已经空瓶第二罐了。还有就是它真的是 clean beauty， 所以那些如果你在孕期啊很注意，或者备孕期间你很注意自己的护肤品里面的成分的话，选这个牌子没有错。而且它这个洁面是这个牌子当中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OK， 接下来的是我空瓶的两个洗发香波，其实这个是洗发的，我还空瓶了一个 conditioner， 就是护发的。这个洗发的是迷恋卡薇的黑玫瑰，非常好用，我觉得它挤出来之后那个泡沫都是有奢侈感的，你觉得那个泡沫跟普通的泡沫都不一样，主打头皮抗老，我自己觉得很好用，我用了以后就爱上了。而且我现在真的头发我觉得有一些改善，因为生完翠宝之后我觉得我的头发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头皮如果老得很快松弛的话，你的脸就会松得很厉害，所以现在头皮抗老是一个很流行的 concept， 我非常喜欢这款妮莲卡薇黑玫瑰洗发剂。用它洗头发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产品，它就不是一个开价的这种洗发膏，它真的是让你整个洗发的过程感觉你在用非常高级的东西。用过的宝宝都知道，那现在店里的礼盒实际上现在是买二赠一，你买一个香波再买一个那个发膜，它会另外再赠送你一个香波，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特别值的好机会去下手。我自己空瓶了这个真的是因为我喜欢，而且头皮抗老不能忽略，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然后这个空瓶的是来自 Revitalash， 这个牌子实际上是睫毛增长液比较有名。这次他给我寄了这个洗头膏和护发素以后啊，它是增发的，我超级喜欢用它，因为你知道我的头发细软趴，所以这种后发增发的东西对我来说简直太有用了，我觉得它特别好用，就已经空瓶了。然后那个洗头发的可能还剩下一次吧，我不知道没了，所以我就这两天就没有用它洗头发，所以你看我现在头发就比较趴。用它洗完头发之后，我真的觉得头发有变增厚的感觉。然后它的用法是把它挤在头皮上，然后一定要留在头皮上一分半到两分半的样子，再把它冲去。你看它这样写着 This Vital Infused Formula supports optimum scalp health, fortifies and conditions the hair cuticle. 它实际上就是也滋养毛囊的，就会防脱发 fortifies and conditions the hair cuticle， 实际上就是保护和强韧发囊的，从而让你的头发感觉很厚。而且我的感觉就是用它洗完之后真的觉得我的头发变多了，你看我没有用它洗就会觉得很薄，你有时候看我的头发会觉得哎，这儿还挺厚的，一般都是用它洗完之后的。这次我收到这个是我在隔离的时候收到的，我其中当时也有用别的洗发膏和 conditioner 和护发素，这个护发素已经空瓶了，洗发膏也就剩那么一两次了，在翠店早就上架了，但是我还没有特别的介绍它，借这次空瓶的机会来告诉大家，我空瓶了就不用再说我有多喜欢它了吧，真的是很好用。那些所有头发细软发或者头发容易脱发，觉得自己发质不好，然后自己的毛囊很脆弱的宝宝们，选它没错。 OK， 这就是这期的空瓶剂，这些真的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它才会空瓶，哪怕没有那么喜欢它也不可能空瓶，因为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几吨的化妆品，几吨的个人护理产品，不是我觉得真的是心头爱而且真的有效，我是不会一次一次一次又去拿它出来用的，每个月每天都有新的产品要试，所以相信我，如果我们把它用空瓶，那我自己个人啊肯定是超级无敌喜欢的。但是个人护理的产品就是我一个人喜欢，不代表100%所有人都能喜欢，所以在这里也是仅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如果大家去盲目的市场去买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不如听我先试用以后的这个经历来得更好，所以在这里仅供大家参考，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空瓶就聊到这儿吧，我们下次聊。